个皮又咩皮嘢？牛皮啊？哦，冇咁老成啊！啊，我四十几岁啊，冇着到好似六十岁啊！啊，呢只靓啊！我嚟嗰阵都系谂住呢个色啊！呢个哇，真系靓啊！谢谢老板。啊，呢个好衬嘅。啊，都所以到时候我嚟嗰阵啊，我就系影一辑咯。而家系拣皮同埋拣款同埋量个脚先咯。哦，呢度嘅鞋窿都系你做噶啦？啊，唔系呢个我攞嚟嘅。啊，哦，最劲。呢个有啲头，有啲 pattern design。几个钟啊？啊，即系呢个位唔爱有嘢，即系呢个皮啊，佢有，又佢有生缩性。啊，即系呢个位光身啊。啊，佢有生缩性。所以个头太尖咧，会唔会影响？尖。啊，尖系个窿嚟噶啦。尖你唔识啊？哦，我知，我都覺得尖，我唔適合嘅。你一定要咁個闊頭。哦，呢啲啊叫闊頭咗，入邊冇鐵嘅，冇鐵嘅，冇鐵嘅啦。如果有釘啊，穿嘅啦，唔會入嚟咁。呢個係入口嘅。OK， 不過我冇做廚房咗啦，應該唔使啊。OK 嘅。嗯嗯。有時你去出街啊，踩到水啊。系啦，我肥啊，惊跌啊，真系。会啦，会滑。啊，肥啊唔方便嘅，样样都唔方便噶。得啦，唔系要肥噶啦，系大只。瘦咗咯。瘦咗啦。运咗两年啦，冇咩有得食啊。我瘦咗。哦，阳光本来真挺好吃啊，啊，有炸酱啊，你看了，来炸酱。我爱什么蛋啊，一起来。蛋啊，一只只还没吃。哦，哎，你叫。啊，你叫啥？啥来叫这里？哈。加点料。我要扭捏的炒饭是吧？可以，来一份。换炒饭啊。啊。2块钱，谢谢你。我只要有3000交给你了。嘿，多谢。呵呵。你这几打了？嗯。几？五。我这个是，好像是牛肉，我顾着拍啊。他介绍的时候没有去顶了，牛肉也了解也蛋炒饭了，样子没有样的蛋炒饭，
这镬黑加搞的。你要去看我的这个，你可以拿的，我的单脚板，那你拿这边。你可以拿我的那个肉的。鸡肉吗？啊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。你有猪肉的吗？有猪肉吗？我俩。我没有去太注意听啊。我拍摄的时候有一个不好啊，太专注于那个画面了。香啊，他们的。说除了这个啊，他们还有很多味道呢，不同的口味。好、哦，我听说你好像你叫什么东西给你妈妈？说的哎。嗯，也著名啊，说的哎。嗯。我刚天啊。也有。我讲，不要跟你讲孙老啊。วักกับว่าไหวรอลิ้วเสียอั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เจ้าแล้วเอ๊ะถ้าเกิดอยู่ดีเวอรี่น่ะนี่ก็好像有 Grab อยู่ปันดาเขาทำมันมีตาละ电话他老板也会送的他们都是现点啊他们现包现蒸哦啊 ，freshly， 所、so, 以很软的，所、so, 以你要吃这样的口感呢、啊，没有几个地方有啊。啊，我是试了一次，我常常来这边一定有效。他、啊、没有，我看到人剥虾，然后我就找到他的这个咯，我就来要拍咯，那时候啊，都、so, 我就买了拍哦。这沙拉鸡啊，不了。这个介绍，这个是鸡翅还是什么？鸡翅，哎，那没有。鸡翅烧啥？不了。鸡奶，点啥子啊？因为薄薄嘛。不鸡奶，我老鸡奶。Actually， 俺好像是。鸡啊，我吃了。Actually， 薄薄嘛。鸡奶点啥子啊？是啊，该菠萝啊，多人吃那不难嚼。嗯，就那么点。妈妈不。